原标题，被吐槽几千块衣服穿出200块效果。杨超越机智回应。杨超越造型被吐槽。杨超越回应。搜狐娱乐讯，近日杨超越出席活动，因为着装被吐槽，称几千块钱的衣服被他穿出了200块的风采等等。6月12日晚，杨超越机智回应称，见个话题或者超话吧。杨超越今天穿好看了吗？然后我每天看看也能得到点建议，快来帮我变美丽吧。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安慰称，不用在意别人，你就是好看，你本来就很美，不如改个话题。杨超越回对 GGB， 月月你要相信自己的眼光。